晚上好，现在是不知道几点，反正就是已经在飞机上。今天一整天真的把我累死了，就大概一点半起的床，然后化了一个淡妆排练，排练完拍完练习室，就一直在忙，忙到现在，终于坐下了，所以就是说还挺疲惫的，而且今天还不是特别舒服。很惨。然后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反正今天一天都很累，就穿的也很随便。讲真的，这个衣服是我之前买的演出服。然后希望在匈牙利的这段旅程能够顺利吧。在飞机上点了一个鸡肉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来逃难，不是逃难，不知道以为我们搬到匈牙利。我真的很生气。我们现在在酒店，然后我们在选房间。这个是周诗雨的房间，这是周诗雨的房间。我好落魄。走吧。小偷，你快点摆那个姿势。那个姿势呢？什么姿势？那个人形姿势。快点！哎，神经病！这里阳光好好，像不像《泰坦尼克号》的那种？确实，快走了呗。早上起来，拥抱美美的太阳。今天下午，匈牙利的街头。因为我不想戴口罩。白馨宇刚刚全场已经没拍你的脸，因为 我是一个高级有素质的人。因为我摸了这个口袋，我说钱没了，结果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口袋，真无语。他可以骑那个共享滑轮，是不是有点没必要的？不会，你会骑吗？他这里还有那个电梯。出门了，冰冰，看看我，给你拍一个超级帅的回眸。因为有阳光，好刺眼！你有视角。我们现在在超市，我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这是我的钱包，所以选了个特别可爱的，这样谁也不会发现这是一个钱包。这里好漂亮。这里还有鸽子，还有欧洲精神小伙。这里好美啊！好了，我要给我爸妈发个照片，我要打卡了，家人。现在每个人都说走到了一个步行街，我不说话。这里有个北极熊，啊，很憨直，啊，现在有种自己在国外的感觉，本来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几个小女孩手牵手一起走，现在在超市里面逛一逛，买一点必需品。好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必需品要买。我想吃那个希腊酸奶，这里有卖酸奶的吗？哎，这是酸奶。对呀。周诗雨，好大的泡椒，这可以做泡椒凤爪吧？
这个我经常吃。这个茄子，哇，这个大葱是我会选的。东北人卷大葱，嘎嘎香。第一排吃香蕉，哇，我们几个像小黄人。别人的 City Walk 都是喝酒，我们的 City Walk。今天等一下，我还没拍到。让我想到那个达佩斯一季的新歌。高低不同啊，我们。哎呀，杨斌，你能不能放下来？没必要吧？连香蕉都要往这么高，那我这样。没人，我挡住了。那我帮你拍。好，来拜呀，周总先生。杨斌，杨斌。OK， 好累啊，赶紧吃吧。晚安。我要睡觉，好困。我这样，拜拜。早晨醒来，拥抱太阳。在匈牙利的第一天，其实也没什么好看。我觉得我这次最机智的做法就是带了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估计都活不下去。推荐给你们。热腾腾香喷喷的，嗯，快看，我出来了，然后买了一个冰淇淋。看这里的天气好好，现在准备去拍那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晚上8点还要去排练。去超市，周诗雨买了一个希腊酸奶。哼，都亏我吧，我是要买，你是不买？我也没说过。哇塞，第一次见这么干的酸奶，品尝一口。红小包，好好吃，好好吃。有点干吧。啊，我觉得好难吃啊。嗯，还行吧，是无糖的，这是。吃我翻白眼。啊，我以后要加。他现在拍空气是一公主的宠爱哦。啊，这个必吃，怎么发给我吗？好漂亮。到了一家中国饭店，是冰冰推荐的。我们现在就点餐怎么样？不好吃就找冰冰。可以，现在就点吧。你好，现在点餐吧。好。嗯啊，你想吃吗？想吃脆椒牛肉。那你想吃就点个吧。其实也还好。你今天中午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皮蛋。我自己吃一个，我自己每年想吃。刚掉了一颗皮蛋。小孩好搞笑。哎呦，他被落下了。他刚一个爆哭，妈妈生气了，把他放在这里。哦，又回来了，妈妈。哦，天哪，能不能抱抱我？快抱抱他！讨厌的环节，背歌词。啊，好痛苦，我眼睛都好红。反正也不会飞翔，单纯也反正也不会飞翔，反正单纯是哎。我们来去找饭了，哎，感觉都很难吃。这是我拿的毫无食欲的饭，然后这都是，然后他们这已经大早就吃好吃了，这个是我拿的，准备拿回去的。这个酱特别好吃，推荐你。这个东西看着挺恶心的，但是还挺好吃的。他们中午就快喝酒了，下来吧。我们现在准备去拍旅行日记。这几天真的很蓝哎，说明这里环境真的很好，是吧？这两天天气真的很好。乌鸦，这里好漂亮。这里还有一个肉上有一个蜜蜂，看着很。我们今天的头是韩国造型师做的，然后就是非常的，他这是什么设计？可怕，非常
然贴我的头，但是我的颅顶又很蓬松，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这里又很蓬松，这里又很贴，接头做头，全头打毛了，这个是。请大声的告诉我，明天日记。好。耶、yeah。这是。好了，把手机放下。我有点恐人症。你咋了？赶紧走。这鸽子很急促。我跟着它。我不想找你。我要跟着这鸽子。他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很不好意思？你急死了！哎呦！哎呦！啊！快好看了，但手机就是拍不出来这么漂亮。好漂亮。有个大鸟，哇，它是跳着走的，它只是单纯刚跳，哎，真的。发现大鸟，去追一下鸽子。那小鸽子叫什么呢？好可爱。我们今天的行程结束了，现在我们准备去多瑙河看一看。我手机不会这样子夸一下被偷走吗？就是硬硬打的车，有冰冰什么也不怕了。出一种脆弱感，真假的？这么脆弱？我今天居然提早化完妆了，突然一下好闲呢。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我自己。我自己现在准备去拍旅行日记，真的很累啊！而且我这个衣服皱巴的，跟那个叫什么一样，因为在行李箱拿出来，就勉强穿一穿。
幸好我多带了几件衣服，看着稍微正经一点。今日穿搭很多，这个包袋。我们来吃火锅了，今天结束的很早。哎呦，中国人。隔壁是北京人吗？咱们，咱们现在来就是说来吃火锅了，然后看，快打个招呼，吃火锅喽！耶，好神经病。好，这是我调的酱，我感觉匈牙利的醋不是一般的。你那个打包的是什么？打包的药醋吗？打包的药醋。好，火锅。今天是拍 MV 的第一天，我是第一批，所以要凌晨四点就起床，超级冷，好搞笑，姐姐让我不要湿着头发下去，但是我头发吹不干，然后吹风机也打不开，怎么办？我只能等它自然干。吃不惯这里的，所以我只能吃面包了。咖喱鸡，馒头面包的。好帅，反正今天的 vlog 就是我现在要拍一个当一个小偷啊，都没拍到自己当一个小偷，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了，练习一下。好多烟，烟雾缭绕，还有好多人。看一下我的一身头号新闻，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把捏死捏死捏了吗？吓死我了，小可怜。还活着吗？哦，活着。哦，就是先修那个头发。哦，好。我。我感觉自己在拍那个驯龙记，哎，是叫驯龙记吗？哎，叫什么来着？언니여기서好潮湿，我感觉我们得痛了。가서이렇게올라가서카메라의왼쪽으로이렇게나가면된다고해주세요카메라왼쪽으로내면다我们开始的时候往这儿跑过来，然后上楼梯的时候那边会有一个机器，然后我们所有人。我要走进去，门突然关上。就很恐怖。为我五十救我。这里还有个人。感觉好像铁门、铁窗、铁锁链。这里有个更黑的。毛坯房。我去。封存红酒的。但这里其实像是烤火的地方。像那个。OK。但是怎么这么晃啊？原来只是跑出来啊，我们像四个吸血鬼，就是像个呆子。我的忘记刚介绍大家我的职业了，我的职业是一个瑜伽锻炼选手，然后一直在这里拉练。我在这里看到了栗子，哎，是板栗吗？哎呀，不小心被我弄掉了。完了，我可不是故意的。我第一次见到梨子树，哎，不知道能不能吃呢？能不能跟这个外国人说一声，我想吃一颗梨？我要一个这个，这个，我跟冰冰反过来。然后再想要一个梨。这个的玫瑰花。
发冰淇淋，这是冰冰的。我们现在在一起点吃的，在这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街头开这家店，而这家店的店长还是老板的老婆，居然是镇江人，好神奇！哎，我发不出去，我手机没网。穿上我新买的 T 恤，有暗里天蝎，天鹅座，天蝎座，太搞笑了，什么吃的？我微信翻译怎么那么差、啊？真的很差，微信。嗯，这是番茄面包，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可以吃了吗？啊，那个吃了。我以为是个灯泡，看不到，真的是月亮吗？这真的不是什么招牌吗？是月亮。哎，今天是拍 MV 的第不知道多少天了，然后来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今天穿的是拖鞋，因为我现在学乖了，我觉得轻松最重要。这里风景好好呀。我手里有一个好大的香蕉，这就是匈牙利蕉。怎么不懂我的幽默？就是没听见。喂。这里天气好好。Was everybody says loving, loving, but everybody is stuck in talking. I wish I could be me, but I really got no feeling. So that I will be numb, be numb, be. I can tell. 今天的拍摄就是说非常的还好吧，其实现在看也不是特别的累了，就还行。就你们看一下这一，哦，这里拍照很好看啊，确实真的。我今天是在这里的不知道第几天了，然后今天是第三天拍 MV， 对，然后明天就是拍最后一天，就明天要搞挺多的感觉。今天其实好像晚上我也就只要拍一个大戏。画就画了 ，OK， 没问题，东西。好。还没画鞋。然后。今天晚上应该会很晚回去吧。我在想，这个好像帅一点。找不到。啊，有上来了，안벗고나가요。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방향성이좋아요열리는쪽으로我刚刚拍完升起，然后在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反正拍完了。有爆，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披风做的太小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跳舞，怎么办法？只能凑合。然后敞开就非常的好笑。哎，今天的一小部分拍完了，然后我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一下，等会再来。五分糖，为什么有选项？我没看见，那我等会再让我点一下。啊哈！我跟冰冰一起在吃香蕉。나와야될거같아
我今天的拍摄就结束了，应该说是这整个 MV 的拍摄都结束了，真的是很累，而且很热很热很热，谁懂。但这次其实相对来说拍的算比较轻松的，就是也没有像水中那么累，也没有像丝路那么累，反正挺好的。我现在到酒店了，就是我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我们 TOP 16 MV 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还差我们失忆，但好像我拍立得还差十几张。好，我拍完了。什么叫你拍完了？拍的。今天是我，哎，我好蠢啊！被挡住了，但这个教堂里面特别壮观。今天是我们，不是今天，我们今天已经拍了很多东西了。然后我现在头太晕，在这边歇一会儿。穿的是一个白色的裙子，头发没有搞，乱七八糟，真的头晕死了。今天我们的失忆 MV 拍完了，就现在我今天一整天我觉得都消肿了，但是就是今天反正还是不是特别漂亮，所以说明天再说吧，大家再见。我眼睛好红，像得红眼病一样。今天是我们拍摄 MV 的第二天，感觉我这样好丑，我真的不太适合粉头发啊，不是粉头发，粉色，反正就是觉得粉色不是特别好看。哎，你别喊呢！哦，完了，我也开始恐高了。哎，这里拍出来好漂亮！快！你们先自拍吧，第一张你们先自拍，第二张我们再。这是快看我！你用什么拍的？不知道。哎呀！哦，我满血复活下来了！狗屁！现在要去拍，做第二轮，因为刚才。没拍完，没拍完，要做第二个。我们拍摄的地方来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这个热气球好小。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上面，就是爬得这么高都能听到这个警报声，不知道他怎么了，就是一直都有这个声音，也不知道他出什么事儿。希望大家都能注意安全。看前面，我前看就好了，就是往前看几点就放，对对对。来两个人稍微，好看。你们这好也不问我拍了干嘛？现在我一个人结束了，然后在这儿这个桥真的很漂亮。那天也在这里拍照，但是我发现它后面怎么都没亮那个灯。如果说这里是亮全是灯的话，那已经太漂亮了。昨天还以为这是无人飞机，结果它真是鸽子，说是在吃虫子。然后这个床是为我们准备的，然后呢，床背面居然有一面大镜子，在我小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晦气。我们租的这个民宿的这个电梯特别的老，都不知道怎么用。哦，是这样子。大概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镜子。我们 MV 就在这里结束喽。现在还是下午的4-5-6点，那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这个衣服要勒死，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原因，它就是老是往下掉，所以就是要又是勒得紧，然后又要粘那种胶布，很难受。
清风明月在似曾相识的。真的好像是葱啊，真的不是葱吗？是葱，你吃吃。我不吃。我们刚刚吃完中餐过来吃的，然后来这个纽约咖啡厅打了个卡，因为明天就要走了，来这么多天都没有在那边坐。看一下这里的菜单吧，其实就想点一个蛋糕什么的，吃完就可以走人拍拍照什么的。不知道，感觉这样拍照好看一点。在纽约咖啡馆已经吃完了，现在准备在回去的路上。你不看我耍大牌？你看你把我拍什么样？我们刚从纽约咖啡厅回来，粉丝准备了那个小小惊喜，还有玫瑰花和玫瑰花。好了，不要拍我的脸，还有蛋糕，这是硬的，这是硬的。我不行，手感很粗了，意思一下吧。先好努力，把那马卡龙给夹了，真的差不多，感觉应该很好吃。那我就差。好喽，是不是很突然？后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拍什么视频了，反正最后就是，愉快的拍完了 MV， 和匈牙利说拜拜了。最后这个夜景我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好像是上海，有可能，算了，不知道，反正就是。希望大家看得开心。